特别感谢以上订阅我的观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，今天要来做我们的两周年 Q&A 啦。这一次募集到四个则留言。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不当班长的 QQ 蔡佩宇 ChapeU 问我喜欢哪几部动漫。下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小魔我是 Bug 问小魔女哆啦咪解说影片的具体时间啊，具体时间。假如是让我说解，就是讲解小魔女哆啦咪的部分的话，我已经有开始制作喽，那就是维基百科大解说的第二集，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，可以去看。下一题是吴兴隆有女朋友吗？这个应该是每次的 Q&A 都会出现的问题，答案就是没有。完完全全都没有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也是一样，吴欣荣可以认识我吗？可以啊 ，Q&A 去看 Q&A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喜欢呢记得三兄弟都按下去，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